餐为你准备好了，陛下，这是烤鸡。看看你做的好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书，你却把它粘在地上。知道你刚才什么样吗？笑死我了。怎么了？站住！慢着，萨曼，你愿意跟我去花园谈一下你恶作剧的事情吗？恶作剧？什么恶作剧？我必须提醒你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遵守一些道德准则。我只是随便开个玩笑。乱开玩笑会造成恶果，你伤害了别人，别人也会伤害你。从前有个男孩像你一样，就喜欢用恶作剧捉弄别人，他的名字叫阿莎。有一次恶作剧让他失去了家人。什么？没错，因为恶作剧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。他做了什么？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，他们全家一起去远足，爸爸带了一个新买的指南针来试用。阿莎，你就不能别闹吗？我没干什么。妈妈，不准开你妹妹的玩笑。阿莎，我们离湖还有多远啊？还有2公里，往那儿走。哇哦，爸爸，这个指南针好酷啊！让我看看。喂，我还没看完呢，快还给我，妈妈。阿莎，快点还给他。好吧，还给你。走了一小时了，早就应该到达湖边了。你确定没走错吗？肯定没错，指针显示的那边是北，我们是沿着东边走的。不。等等，这个指针被人调转了方向，我们一直都走错了方向。你们可真笨！什么？瞧瞧你们那副表情，湖在哪里呀？哦，我们一直都走错了方向。天哪，你们可真是蠢到家了！让我来教训你，阿莎，这一点都不好玩。是不好玩，是超好玩才对。听，这个表情不错。我们掉头往回走吧。别这样，我们总能走到湖边的。不，我累得走不动了，我想回家。好吧，随你们的便，回家吧。恐怕现在想回家也没那么容易了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家在哪个方向了，多亏了这位，哈哈哈，先生，我们现在彻底迷路了。都看着我干什么？走哪条路？我怎么知道？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是谁。又来这招，这全都是你的错。才不是我的错呢，笨蛋。天要黑了，我们搭帐篷露营吧。在这里？我们先吃点晚饭，明天早上再想办法找路出去。爷爷去哪儿了？去找柴火了。我饿了。我也饿了。我去拿吃的。怎么回事？都不见了。刚才还在这儿的。阿莎，干嘛？又不是我拿的。我已经受不了你这些无聊的玩笑了，把吃的交出来。我说了我没拿。这可不好玩，阿莎，你们还要我说多少次我没拿？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救开我！什么？吓死我了！那边有一头可怕的怪物，就在那儿，他刚才一直在盯着我。你确定吗？也许不过是只小动物。那么你看看这个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好冷啊！我也是。我们应该多带几条毯子的。拜托，出发的时候我们可没想到要在森林里过夜。我们需要树枝，我去剪下来。你确定？我很快就回来，没事的。我都快饿晕了。喂，别看我，我说过了，我没拿吃的。是啊，你也没有调转指南针的方向，对吧？我再说一次，我没有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你没事吧？快回答我！天哪，你在哪儿？亲爱的，爸爸，爷爷，他们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怪物把他们抓走了。我们还不能确定。我想回家。我也是。我好害怕。他们陷入了绝境。是怪物干的。于是他们决定，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，剩下的人整晚不睡觉，轮流站岗。阿莎，快醒醒！妈妈，醒醒！他去哪儿了？妈妈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还在吗？他不见了。当然，这还用你说？他去哪儿了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哦，天哪，怪物就在那儿！哪儿？那儿？那儿？你没看到吗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就在那个怪物丛里。快给我走开！听到没有？走开！什么都没有，你确定看到怪物了？娜娜，娜娜，你在哪儿？妈妈，爸爸，有人吗？救命！我真不应该对你们恶作剧的。非常抱歉，有谁听到我说话吗？不，求你走开，别过来。娜娜，是你吗？真对不起，我没有恶意，你快走开。求你别吃我，求你。其实我们吃过饭了。想吃卷饼吗？这烤肉串很好吃，不过快被我吃完了。这可一点都不好玩。你该看看自己的表情。你都害怕得发抖了。求你别吃我。妈妈去哪儿了？我不应该对你们恶作剧的。干得太漂亮了。你太逗了。就是。所以说，任何行为都会产生后果，要是不掌握好玩笑的分寸，到头来很有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哼，反正我这么聪明，没人有这个本事对我恶作剧，我肯定不会上当的。别妄想能捉弄到我了，绝不可能，门儿都没有。